姚立明小朋友，你好，咱们那个这两首曲子演奏的总体来说都是挺不错的，尤其你这个手的机能啊、基本功啊，在第二首乐曲中充分的表现了出来。之后呢，因为孩儿迷咱们已经做了3年，这3年呢，我也几乎吧一直参与到这个孩儿迷工作中。其实不光是闫黎明小朋友，还有很多小朋友，大家的基本功都很好，但是呢，我只是想让大家平时在这个练习谜底考，也是跟自选曲一样，多花点时间，多花点精力在里面。因为可能咱们平时练习的像闫黎明，他可能在弹自选曲的这种风格里已经把握得很好，但是你能演奏一些更多其他音乐风格的乐曲，对你再回头演奏你适合的东西的时候会更。怎么说呢？学习到更多，所以说咱们在未来学习和练习的这些时间里吧，大家可以真的在其他音乐风格上也多花点时间去练习。之后刚才的远大前程呢，在一些细节处理上，尤其是一些有装饰音的地方，可能咱们回头再把细节好好处理一下，好吧？那咱们继续加油。谢谢评委老师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两个曲子里面，很明显就是第二个曲子比第一个 B 选曲子呢要好一些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在不停地用摇把，不停地用颤音，对吧？用这些，特别是有些时候那个音高啊有点晃动，音高有点晃动，听上去好像是跑调的似的，或者说是有时候可能是，比方说。控制上面有点什么问题，然后我马上就用摇把或者说颤音把它给掩盖过去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，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失误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的话，我们演出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失误？处理失误处理得很好的话呢，会让人感觉哎有一个新鲜的感觉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说是这种弯音、这种摇把还有颤音用得过于猛烈、过于多了之后，就是有点画蛇添足了。对吧？就有点听上去有点故意这样去做，或者说是听上去音符音高上面就偏差太大了，所以我建议这种技巧的话，应该是恰到好处是最好的，好吧？谢谢评委老师。